大家好，我是王林凯，今天我是一名手工制作师，今天要教大家做太乙飞珠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沓 A4 的白纸，一把剪刀，还有透明胶。首先我们要将 A4 的白纸变成一个正方形，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一边将它对折三次，一二三，接下来就是要趁纸不注意的时候将它对着桌边这样摩擦摩擦，将它塞进来，就像这样子。接下来就是准备的透明胶，将它粘一下。最后一步，将我们刚才浪费的纸从中间剪开，最后再用一个透明胶把它粘一下，然后我们的太乙飞珠就做完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太乙飞珠的试飞阶段。哎呀，头有点大。真的。在哪？这边。你就放大，妈妈。看不到。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在哪？到哪去了？在哪？在哪？哈哈哈哈哈！妈，不放了，再叠一次吧。看不到在哪。